1947年秋，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，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退却转入了战略反攻，全国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。遵照党中央毛主席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，我晋察冀人民解放军也向敌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进攻。一群废物，连个小小的县城也守不住。军座，正定离石门只有十几公里，共军会不会？石门不是正定，要攻起这样的现代化设防城市，在共军的作战史上还没有过。刘师长，你身兼石门警备司令，还是不要大意吧。共军连续发动正太战役，把石门变成了一座孤城，不无企图啊。要密切注视共军的动向。是。旅长，咱们不打石家庄了。谁说不打？知道石家庄是怎么样一座城市吗？知道。它在平汉、正太、实德三条铁路的汇合点上，是蒋介石在华北解放区的肚子上钉的一颗大钉子。还有呢？还有。他还在西北坡身边，对咱中央机关的威胁太大了。是，只有解放石家庄，才可以使晋察冀、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，才可以运用这座工业城市去支援解放全华北和解放全中国，也才可以保卫中央的安全。那为什么还要北上呢？这就是学问呢。宋春，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啊？往前走呗。怎么不趁热打石家庄？不知道。你要是告诉俺，等缴了盒子子弹，俺都给你留着。403，红屁股门的。真的？俺孙勇说到做到。可惜咱真的不知道。哼，你小子别装蒜了。你不说，俺们连长也能打听出来。他给旅长当过警卫员。哼，旅长，不用打听了。告诉你，石家庄是势在必克，刻不容缓。
大娘，等我们打了胜仗，一定再来看你。哎，烧着吧，这是大娘给你做的。不管走到什么地方，可别忘了，石家庄是乡亲们的一块心病。大娘，我一定记住你的话。哎，娘，我该走了。你不去看看他秦姐？对，应该看看。有什么看的？哥，快点！哥，钟旅长，你们过来了。嗯。路过这里，月琴同志，你们民兵连在忙什么？我们正准备配合主力部队打石家庄，可是月琴同志要加紧准备，我担心你们的时间还不够用呢。好了，我该走了，你和潘有才同志谈谈吧。俺没什么谈的。俺有谈的，哥，咱娘叫我裱糊房子，等石家庄解放了就给你们。哎呀，哎，潘德宝，这儿没事了，你去吧。军座，孙连仲长官专总裁急电，聂荣臻的主力北上包围了徐水，命令你一部。知道了。军座，这是刚刚收到的电报啊。总裁想叫李文三十四集团军由北平南进徐水，要我第三军北上保定，对共军南北夹击，对不对？您全料到了。哼，东西对进，南北夹击，这是总裁的老章法喽。石门怎么办？总裁指定刘师长率部防守。完了，石门完了，我的第三军完了。军座，与其说是总裁要我北上，不如说是共军调我出城啊。现在几月了？十月。对，共军从去年开始反攻，不说以往我们遭到的失败，今年上半年在鲁西南、山东莱芜、孟良崮、西北清化边、陕北豫中，我们有多少正规军被吃掉啊。下半年七月在晋冀鲁豫，我们一下丢掉了九个伴旅，八月在苏北、陕北又有两个精锐师被消灭，九月又把五十七师断送在鲁西南，现在是十月，十月秋风尽，落叶最知寒呐。军座，您是不是太过虑了？不，这是一招险棋。你来看，
如果我们北境保定，执行南北夹击的作战计划，那么我们首先要通过正定、新乐、定县、清风店、望都等300多里的共区。共军北围徐水，目的很可能是诱我北上，而后突然挥兵南下，将我围歼于途中。接着，他们乘虚再克石门。那应该奉劝总裁赶紧改变部。后娘养的，忠言也会被当成奸计呀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先看一看，看看再说。情况有变化，总队同志，李文的10个步兵团、1个战车团，从北面故城、荣城一线齐头并进向我们压过来了。兄弟部队正在全力阻击，战斗相当激烈。离我们多远？10里。现在是该来的没来，不该来的到来了，情况严重啊。难道石家庄的敌人就调不出来？石家庄的敌人狡猾得很呢，他可能对我们的行动产生了疑心，所以才迟迟不动。让蒋介石来压他。对，只要徐水一告急，蒋介石呢就有可能对石家庄的敌人下死命令。命令部队再攻徐水，立刻打开他。军座，徐水告急，总裁已亲抵北平指挥，这是总裁的手谕。念。10万火急，共军已占领徐水城关，你部立即北上，实现南北夹击的作战计划，扭转华北战局，贻误战机，处以军法。报告总裁，说我已经开始北上。要是有人报告了总裁，那派一个团先走嘛。您的意思是？投石问路。403，403，我是吕先直啊。403，对，403。报告。老钟啊。总队同志，
石家庄的敌人只出了一个团，大坨子还是吊不动。总队有什么指示？总队首长想听听你的意见。西南跑步前进。好的，明白了。我们放弃徐水，蒋介石会怎么想呢？哎，如果我是蒋介石啊，我就急令石家庄的第三军北上，否则你丢下徐水一跑，他还怎么南北夹击，消灭共军与保北地区呢？啊？请示纵队，我们放弃徐水，向路西撤退。撤退？为什么？说不上。营长让咱们搞狼狈点，跑快点。我又不是属兔子的。有意见路上说。快撤吧！往哪儿撤？铁路以西。跑的倒远。撤！这不可能。是向路西撤退。没有南下的迹象。总裁有什么训示？发脾气了。先头团有什么情况？进至新乐，一路平静。我们。走，金座就要启程了。石门安危传来老弟了。承金座关照，此次金座北上，我不能率师相助，实感遗憾。老弟留在石门好啊，我等万一不幸，还有老弟来扛第三军这杆大旗，总裁也就放心喽。岂敢岂敢，我在石门恭候金座凯旋而归。听说聂荣臻是军座在黄埔时的教官，此行如果学生能打败老师，那将是奇迹，总裁一定会给军座加官晋级的。看在党国份上，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吧，我等一走，你就要唱空城计了。尽管如此，诸葛亮还是稳坐城头，退去了重兵。哼，共军不是司马懿。老郑，你说说，这叫打的什么仗啊？跑啊跑的，跑个什么劲儿？我又不是属兔子的。老潘，你的认识不对吧？怎么不对？前几天打下了正定，离石家庄只有30多里，不让打，偏偏跑着300多里，打徐水这么个小土围子。我们打的是运动战，不运动怎么打胜仗呢？运动战，运动战，刚挨到了徐水城边，又让撤，说明运动的还不够火候。还不够火候啊？喜子，你说这城是怎么攻的？刚拉开了架势，
又让撤。别说了，兴许有名堂。就说，到了跟前不让打，非到宝贝来，到了这儿又这么窝囊，你心里就好受。你就走吧，保证有你好仗打的。停止渡河，这执行吧。是。假如共军北围徐水的目的是调我出城，那他们为什么还不回师南下呢？共军的目的不在这儿吧？不，他们是要等我过了这条河，然后再突然回师南下。那个时候，我远离石门，就再也不能折转了。把这些装备运过河去。一旦有什么意外，我就连个零件也拆不回来了。真座，总裁急电。聂，火速北进，聚歼聂荣臻主力于宝北地区。怎么办？步兵继续过河，重武器暂留两岸。我比不了总裁呀，他有几百万军队，损失了还可以招募，而我再查宝北共军的动向。是。军座，我先头团一路平静，辎重过河，立即跟上。是。哦，回来了。有新行动。叶斯刚刚接到聂司令员的电报，说石家庄北上的敌人已经越过唐河，命令我们快速南下，一定要把敌人消灭在望都以南清风店地区。现在是要和敌人抢时间呢。时间就是胜利。这样我们马上分头到部队去，在行军中进行动员。叶斯发来了动员令，
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，共产党员要发挥模范作用。跑不动走，走不动爬，白天走，黑夜走，不吃饭不睡觉也要走，飞机轰炸也要走。潘连长，潘连长，潘连长，命令你们先头连改变行军路线，向清风涧前进。左转弯，向清风涧前进。天黑以前把部队带到清风涧地区。这儿离清风涧还有多远？120，问题不大。昨天晚上走了100多里，部队很疲劳，但是必须坚持。敌人现在已经到了定县，如果让敌人越过清风涧，保定的敌人就会出来接应，那就等于把老虎从南山调出来又放回北山。敌人离清风涧还有多远？30多里。啊，好不？指挥部急电。你。现已查明，昨晚共军主力一部确实南下，你部应火速向保定靠拢。昨晚南下，现在才查明，不出所料啊。离清风殿还有20里吧？不，还有30华里。军座，我们应快速通过清风殿，向保定靠拢。命令全军多路急进。睡着了。抓住敌人！
是，快跑！往前冲！你不快点吗？跑吧，跟上，跟上！军座，我先头部队受到游击队阻击。共军在什么位置？情况不明啊。命令先头部队用炮火开路。是。打援部队正在阻击保定出来的敌人，南面情况紧张，敌人已经接近清风店，民兵压力很大。我们先走。是。军座，保定接应我们的部队受阻，侦察报告，共军正向我两翼运动。前面是什么村子？南歌营。这是我们向保定靠拢的唯一通道。命令先头团立即占领。是。通知部队甩掉背包，轻装前进。要快！旅长，敌人要抢占南歌营。南歌营的位置很重要，敌人要走，这里是通路，要守，这里是支撑点，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头。你的部队快占领南歌营。是。旅长，村里的民兵恐怕顶不住啊。报告，九连按时到达。
旅长，这他们九连体合，准备战斗。旅长，旅长，完不成任务，你撤了我。绝不能让敌人占领南阁营。上次到。小鬼，宋春写。船长，旅长，邓发了信息，俺还给你。不用，交一挺轻机枪怎么样？枪一定还你。怎么搞的？这么个小村子到现在还拿不下来。报告军座，民兵顶得很厉害呀，要不惜一切代价立即把它拿下来。是。吹冲锋号，跟我上！队伍上来了，队伍上来了！
对我。上房。回过去，插到敌人里边，狠揍他一家伙。是，上。我投降，我早就想投降了。现在也不晚。有手榴弹吗？借个试试。手榴弹？啊，有有。再来一个。好，好。干脆一块干吧。你就编到我们班了，中中。老家是什么地方的？什么？老家？哦，河南。是个苦地方啊。啊，好发大水。对。团，我是团长。共军打进南河营，快来增援，快来增援！来了！连长，孙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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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坚持一会儿，孙勇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再坚持一会儿。把敌人压下去！多人
在平汉北段清风店地区陷入国军重围，现正在激战中，日内将全部消灭这股共军。师座，军座在清风店地区被围，要求我们火速派兵援助。你没听见吗？给罗军长发报。是。新闻电台广播，你正率三军围歼共军，我在石门预祝胜利。流氓！流氓！保定援军受阻，石门坐失不救。南歌营的共军又堵死了我们的去路。军座，准备突围。是。月琴，感谢民兵同志们，真了不起。等一等，旅长，请你将一定还你。报告。敌人有向东突围的迹象，野司首长命令8点钟发起总攻。好，命令全旅投入战斗。是。罗军长，聂司令员很快就要接见你。谢谢，谢谢。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，我们很快就要攻打石家庄。将军有何高见？不敢，不敢。不过，我愿意提醒一下，石门兵力虽然空虚了，但是他的防御体系还是相当强大的。是啊，攻取这样的城市对我们来讲还是第一次，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。
旗子，走到我家再扛一个去。哎，点个数吧，五十五双，一只不少。要是少一只啊，把你脚上穿的。嗯，扒我的？我看还是扒俺哥的吧。嗯，死妮子，娘，妮子，娘，借咱家梯子用一下。什么借条啊？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。一边待着去。看你身上滚得像个泥猴子，又搬梯子干什么用啊？练兵啊，过石家庄外边的封锁沟。要是打石家庄啊，别说一个梯子，就是十个梯子，娘也舍得。还没叩门呢，就轻呼上了。你看我不缝你的嘴！好热闹啊！钟里长，里长，娘，哎呦，老钟回来了！大娘，你好啊！好好，妮子，快给钟里长倒水喝。哎，大娘，别忙活了，你坐呀。钟里长，您坐。月琴啊，打石家庄，你们民兵跑到我们前头去了。比起咱们队伍，我们差远了。县委通知我们，配属给你们旅。那好啊，把你们分配到主攻部队去。行。吃吧。给。给我。大娘。您这套院子不错呀，还不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！斗地主，闹翻身，才分了这所大院。再早，太爷爷叫府来，给地主扛了一辈子的长活，累死了，也没来了那福。他爹。叫德宝，给老财做了半辈子的饭，自个儿连顿饱饭也没吃过，唉，也怨那个老东西没有福气。这房子刚分了三天，他就被国民党的匪兵抓到石家庄去挖封锁沟，可到现在连个音信也没有。大娘，石家庄快解放了，你们全家团圆的日子不远了。报告。各团的首长到齐了，高政委请你去开会。好。我说大爷，今儿晌午就在我们这儿吃吧啊。快点，旅长，旅长，这回打石家庄，把尖刀连的任务交给我们吧。整尖刀的连队不只是你们一个。我先说的呀，旅长，这得有个先来后到。就看你信不信得过我。信不信得过，不光看决心，主要是看行动。回去准备，今晚出发。是。
不要说别的，石门一万多个碉堡就够他们啃的。兵呢？有房无兵啊？谁说没兵？他怀乡团不是兵，他保警队不是兵，还有我们正规军不他妈全是兵。诸位，前面我已经说过了，今日聚会是为了祝贺刘师长晋升为军长，大家可以开怀痛饮，最好不谈别的，喝喝喝喝，谈谈也好嘛。啊，预备沙盘。是，大家请。哎，请请请请，王太太请。好，不要客气客气。哎呀，哎呀，真有气氛啊。诸位，我石门有日本人和国军多年修筑的现代化防疫设施，我绝不相信共军能够攻破石门。说得有理，请看，我石门有现代化的环形的大纵深防疫工事，有两道6米深8米宽的环城市沟，犹似天险。铁甲列车奔驰在环城铁路上，随时可以运送机动兵力。这是通有高压电流的铁丝网，这是碉堡、暗堡，它的外面地雷密布，室内大小街道都设有碉堡、路障，特别是这座军部大楼，它居高临下，通关全市，火力强大，坚不可摧。至于兵员，总裁答应先空运一个暂编团给我，而后大批援兵马上赶到。总裁告命。共军要在这里开创攻坚守力，我可以奉告诸位，此地不是清风殿。言之有理。听说共军集结在清风殿，正在练兵，可有此事？对，我已请求总裁派飞机轰炸清风殿。钟旅长了吗？没有。同志，你看见钟旅长了吗？没有。村长，你看见钟旅长了吗？没有啊。哎，大家散开，快散开！老乡，大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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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花，你，潘大娘，孩子，小花，快把气送给钟旅长。大娘，我马上送您去包扎所。孩子，我不要紧，只要能解放石家庄，大娘就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了。Thank you.
苏队长。喜子，挖完了吗？快到外石沟了。放哪儿？这儿。出发的时候没去看看娘。唉，别提了，听说石家庄要增兵，急得我们连鞋都顾不上提，哪有功夫。再说这是军事秘密。往后天凉了，行军打仗的脚不出来。傻，我抽空做了个皮坎肩，在你脚底下放着了。兔子皮的，穿上兔子皮不是能跑得快点儿？准是老郑那小子告诉你的。往后多学习着点儿，别老是不不愣愣的。是。哎，也不怕别人看见。快穿上，打个盹儿。天要亮了。你也一宿没合眼了。俺睡不睡的不吃紧，你还要指挥战斗呢。是啊。什么？共军把工事修到外石沟了。军座，拉你妈的警报干什么？命令炮兵把共军的工事给我炸平。是。报告！
旗子，前面就是内势沟，准备出击。是，歇好旗。好，越过内势沟以后，注意给炮兵指示目标。是。火力组掩护，投弹组上。九连两侧，另搭梯子。是。军座，飞机场失守，共军突破了内势沟。什么？出动坦克预备队，把内势沟给我夺回来。是。给炮兵指示目标。
慌什么？慌什么？把预备队调到这里来，全线收缩，坚守军部大楼，等候总裁派来的援兵。快走，军座，这里很不安全，到大石桥核心工事去吧。司首长命令我们天亮之前结束战斗，保持联系。命令突击团尽快占领军部大楼，控制制高点。是，呼叫303。掩护，
我带队伍上去。好。等一等。敌人的坦克从我们侧翼插过来了。现在停止射击，放过坦克，消灭步兵。一排，跟我来。要猛打手榴弹，是，跟我上。
跑到大石桥的核心工事去了。大石桥啊！哎，我带你们去。哎，走。快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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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备！